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水上训练游戏是什么呢？吹吹彩球。我们要把这一颗彩球啊，从远的地方吹过来，最后要一口气把它吹到这个乌拉圈里面，然后换下一位同学。训练我们的肺活量。那我们现在要赶快进行开始比赛。吹吹彩球比赛开始。如果你的换气训练还停留在泳池边练习，那你就绝对不能错过关渡国小的创意换气训练。透过分段的吹气，不只可以提升肺活量，更能让孩子有效的换气。而现在我和根红哥的比赛即将分出胜负了，快来看看结果吧。我们球到了这个地方吹不进去。对。来，这为什么刚吹不进去？为什么？你要这样子，你不能嘴巴不能碰到水。可是你刚刚也在圈外徘徊很久了。我们刚刚都，来，我们看看招待话。加油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急不得。啊，到这里。老师，我不开心，我还想要再来比一次。让跟红哥欲罢不能的换气游戏是不是很好玩呢？现在就快换上泳装去玩吧。